你看太慢，直截了当，熬过了分分合合，变成最适合的人。谁相信呢？我相信。有一个设定是你会跳一个 energy 的舞蹈，是不是？是一个动作吗？对，那个时候那个脚本里面是要跳卡玛拉。对对，然后因为刚说一个部分有已经跳了，我已经跳了。对对对，等一下就可能我要跳这样，但我卡玛拉的舞没有很熟。哪一首比较熟？哪一首比较熟？当然是放手比较熟，因为我们那个小学毕业典礼的那个才艺表演，就是整班要跳放手这样子。哇，对。再听你的借口，我跟你说的放手，不要再左右。听到没有？不要再当什么精神上的解脱，就是在婚礼前，然后就接到一个脚本，就是结婚。对，他应该是说这一部我们的这个 MV 是帮朱伟先预习一下，本来是客串啦，然后后来变自己下来演，然后就因为你们其实蛮不错的，对啊，过过戏。嗯，那我们刚看回放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称赞朱伟哥状态保持得很好。嗯，对，真的真的有哎、欸，因为好像只有你可以从年轻演到老。因为他没有讲这件事情，他没有讲说其他人没办法做这件事。不是，因为我知道今天会讲到达哥有跟他一起合作过，然后体力的部分，所以我就把自己调整好。他被比较，对，被达哥比较就对，就自己还是听到说要演高中生，还是想说哦，真的吗？那也只有 MV 有这个机会。嗯，说真的，如果你是一般的戏剧，他导演不太可能会让我去演到高中生的角色。嗯。那在自己的 MV 里面去过那个高中生的那个戏的感觉，其实蛮好玩的。